美族传统服饰，族人大手拉小手围成一圈。原住民丰年祭是部落的年度大事，不少原住民学生过去只能请事假返乡出席庆典，现在教育部听到原民新生要送一天的岁时祭一假，有的时候就是上课，然后跟家人陪伴的时间就比较少，就可以多放一天就比较好，也可以更亲近我们与家人的那个感情。有些家人都在上班了，然后出去工作了有工作，然后出去上课都就是很少在部落，就是这个季节就让大家就是回来帮忙，然后多认识。不少原住民的岁时祭仪都碰上学校上课时辰，像是布农族社耳祭、雅美族的收获祭都在五六月登场，泰鲁格族感恩祭也在十月，另外卑南族的年祭十二月展开。之前才有立委提案要求比照原住民劳工全面给假。塞夏族的矮年祭，他两年才一次哈，他一举行都是这个最起码三天了。岁时祭仪不应该只放一天，事实上一天真的是不够的哈。特别协调教育部。所以教育部才通令给各级的学校。立委认为岁时祭仪假学校可视不同族群的不同庆典时间给假，允许学生回部落参加祭典，才能真正尊重原住民族文化。镜新闻彭志华、童亚云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